lost and broke. I feel like we can't get anywhere. Enough to feel like leaving. Hopeless, but I know that this can't be everything. We don't need this heartache. Break away if you really want to run. Hard to keep the pace when you're staring at the sun. Let's hide away from it. Try to escape from it. Let's hide away if you really want to run. 出去玩啊，还是出来的时候，就面对一些可能挑战啊，或者是面临到有那些行动时，我反而完全不会去思考。会比较丑，但会让我想到，我好像在现实生活中就没有那么丑，就是很多东西都要考量进去啊。对，这是我刚刚想到。谢谢。欢迎来到。所以，再研究三天才要结论吗？人生呢，就像是一段，应该说是一段一段不同的旅程而建构而成。然而每一段旅程呢，都让我们有收获、有学习、有成长。每个人在自己的一个生活里面，会很习惯自己所拥有的，会很习惯这样的一个生活。我想邀请你们前来体验不一样的旅程，属于自己的。我相信收获最大的会是自己。勇敢带自己冒险一次吧，而这份冒险会永远永远刻画在你心里，跟随着你一辈子。它也是一份生命的礼物。对我来说，我有老婆，我有两个小孩，都还很小，但我还是放下了一切，我还是来到了这里。所以不论别人告诉你怎么样，那都是别人说的。我想问的是，那你呢？你到底想要什么？你到底有多想要？想要就来吧。